台山中台大塔的左侧有一座佛祖碑，谈及这座碑的来历，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着说，摩羯陀国波刹离经舍有一块大石，乃是释迦佛陀遗留下来的双足痕迹，足迹长度1尺6寸，广为6寸，具有千佛轮像，10个足趾皆现万字，并有宝瓶鱼剑的形状，光明幻耀，显人眼目。往昔佛陀北行，前往居士那城即将实现寂灭的时候，曾回顾摩羯陀国，脚踏在这块石头上，对阿难尊者说道，我现在最后留下这个足迹，用以启发众生，如果有人能够见到这个足迹，因而生起大信心，瞻仰礼拜供养他，自然可以灭除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而且来世得以长生佛前。后来外道之辈心怀嫉妒，暗中破坏这个圣迹，不料愈是破坏愈是显目，像这样达8次之多，大石上的圣迹还是耀然如前，丝毫不灭。唐朝贞观年间，玄奘法师从西域带回了临摹佛足圣迹的图样，唐太宗乃勒令将此圣迹图样刻石于宗庙，以造福国家社稷。到了明朝万历壬午年秋天，少林寺法派沙门有威信的明成和德州的如意，某天夜里各自做一个梦，一梦莲花，一梦月轮从他的旁边出现。梦醒之后，两人各抒所得梦境，深觉奇异。等到天明，少林寺僧人正道带来了佛足图，打开一看，竟是双轮印象，遂很高兴地说道，梦境果然是真的。于是倾其所有，并且广行劝募，立下这一个碑石。碑石落成已是7月15，当天夜里空中忽然响起珠佩杂乐优美的旋律，寺众们走出户外一看，只见神灯点点，这一圣迹正显示着大圣文殊菩萨嘉许的意思，在场之人无不法喜充满，赞叹不已。后来有一首赞颂佛祖碑的诗集，振声赞道，巍巍大雄浩劫万宫，神超化外济世还主，刹尘混入念劫融通，开此绝道善意真风，结诸有海数笔空蒙，言中留影石上一宗，碎身作宝永逸群蟒，稽首佛陀悲怨何穷。唐朝有一位相国裴修，字公美，是河东人士，学问极为渊博，同诸子百家之学，曾参学于黄檗禅师，赴宝金归峰禅师之教化，退隐以后遂专指禅学，默契无声之理。裴相国与孩提时曾遇到一位奇异的僧人，对他说道，到清凉寺来，我会送你3颗舍利子，
并有一封简书要留给你。那封信是用天主文字写的，没有人懂得上面写了些什么，就把它随手放在竹筐子里面。以后他做了官，参学于黄部，归封两位禅门大德，乃至心于佛道，对于世上的功名利禄看得很淡，并时时想要脱离尘缘俗法。有一天他在整理旧信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了那封旧书简，就呈递给归封禅师。归封禅师领寺中的印度僧人译成汉文，成一首偈，偈曰：大事涉俗，小事真居，欲求佛道，岂离红尘。裴修看了偈文，心中暗喜，原来志求佛道并不一定要绝气尘累呀。于是他打消了抛弃功名的念头，向道之心反而较从前更加热切。他曾为圆觉经作序，提及血气之属必有之，凡有之者必同体，所谓真静明妙，虚彻灵通，卓然而独存者也。由文中可知其见地未论依止于此。广德年间，河东节度使李绅奉旨敬业五台山，请观国师入京。李绅回到京城以后，裴修问他：节度使，您奉了圣旨做清凉山之友，此行快乐吗？到处都是风沙，有什么快乐可言的呢？我实在是受到了禅家的虚诞不实拖累了呀。我听说清凉山是圣者文殊大士住席之处，风物无尽，到了那热闹痛苦都会消除的。可是我五月间到达清凉山以后，猛烈的风沙飞扬着，暑热扑身，使得我从仆的儿子患热症死了，而山里面的僧人们又常常殴打僧僧，像这样的国舅真是数也数不清，哪儿像传言所说的那么清凉无恼呢？错了，您这番话错了。您怀着热闹的心想入清凉之境，好比披上了麻袋想要越过火堆一样，怎会不燃火上身呢？须知所谓清凉的境界，不在外有，不离当下所处的地方，也不是任何外在之物所能遮挡得住的，非冷非热，无形无碍，风吹不入，雨淋不湿，不是用眼可见，用耳可听闻的。所以说真正的清凉，结火不能烧，皮兰之风也不能坏，无热复无灾，就是清凉的境界。这实在不是分别思量所能契入的呀。而你持着有的心来到了清凉山，就好像蚊子去叮铁牛，苍蝇投入火堆，这不是很可悲的事吗？那么我还能在清凉山见到文殊菩萨了？文殊就是大智，智能广大，能从生死烦恼此岸到达清凉涅槃彼岸，正得离相念的妙智，也只有离开一切妄念的智能，才可进入文殊大士的境界。所谓大智光明，即是清凉不变，清凉不变也是大智光明，并不是有两样不同的东西。你想文殊进入您的心，当离心意识绝修正之路，不要以眼入，乃至不要以意入，要以无身入，无相入，无我入，无人入，无一入，无多入，无
心趋尽，求各入的人也了不可得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才知清凉本具，不是今天才契入的呀。现在听了您这一番话，心里面顿时觉得清凉无比了呢。于是辞谢而退。